欢迎收看 Web TV 网罗大明星。大家好，我是 Bill 王宏恩，我是罗玉。直接介绍我右边这位天后，就是马玉芬。小芬姐，掌声掌声掌声！谢谢。你看我们车上都随性合音啊，虽然今天你来，哇，合音我待会又不敢唱。其实，今年呢，终于自己有了一个小小的 EP， 然后这个 EP 呢，其实是因为今年有一个音乐会嘛，对，已经开完了，所以因为这个音乐会呢，就做了三首新歌。如果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的话，这就是我的荣幸啦。你不知道你的音乐跟你在音乐上扎的跟深深影响我们。随便讲几个，随便讲几个。王力宏、范玮琪、S.H.E、张惠妹，哇，等等的，我觉得就不要多说了，厨房不及备餐了。但今天最重要的是，老师竟然要唱我们两个人的歌。黑黑蓝蓝静静的躺在你一样的当地上。最初的感动留在心中，从来没变过。哪怕有一天我们都老了，还要牵你的手。通常我们都会虐待新人，一定会出任务了。对对，小芬姐出了名的就是人缘很好。现在请小芬姐打电话给你的朋友，他们唱你的歌，这样考验一下，看能不能过关。艾琳好不好？好，带艾琳吗？对，可以吗？我要问他，到底那次之后怎么没有再联络了？古董笔。你好幸福啊！哎，艾琳，耶，艾琳，美丽的新娘子。哎呦，哎，你旁边的这个声音，你还记得最幸福的那件事吗？马萨鲁，马萨鲁，马萨鲁，我知道是谁。你，哎，我们不是要约吗？怎么到现在？从上次录完节目都没女生先约吗？你好意思吗？我们绑架了你的好朋友小芬姐，靠你来帮助她了。对，你必须要唱一首小芬姐的歌，她才能够才能放出来。太水了！小芬姐的歌太多啊，都那么好听。对，因为有的人都装熟啊，一定小芬姐歌如数家珍的，结果一首都不会唱。Honey Honey， 这是我的 Honey 啊。Yeah。You've got me wanting you。 我觉得刚刚有成功了，对，但有没有可能再打给另外一个朋友这样？有一不能没有二吧。我打打看来，但是他很忙哎。哇，这个名字叫小娇娇哎，好。哇，哎，哇，难道是娇哥吧？娇哥吗？哎，小芬姐，哎，哎，不好意思，娇哥吗？哎，对，哎，不好意思，我们绑了小芬姐当我们的肉票啊。哎喂，你必须要。哇，小芬，小芬姐是无价的啦，对，无价。对嘛，什么时候被搞？哇，一个是部落天王，一个是客家天王啊。敢讲啊，你们两个，敢讲客套话。没有，我们现在有个任务啦。所以我要做什么任务吗？我要怎么样救小芬姐呢？对对对，来，要怎么办？必须要唱小芬姐的歌。你对她的歌了解吗？羞夸呆气啦！哇，真的假的？在外国拍的 MV 哦，什么 MV 什么 MV 什么 MV， 多情会有问题，他跟一些外国人我在冲哪位啊？多情会有问题哦，来来，太好笑，你们去埃及啦，埃及埃及，去埃及，当年就可以去埃及拍啊。多情就是没问题，爱我，耶！我们主持界的天王娇哥。竟然唱歌可以这么棒，哇，真的是！我要讲一个很好笑的事，因为我现在在一个饭店门口，我也很白痴的在这里唱歌。警卫一直在看我。哇塞，好想看到画面，哇塞！那我觉得小芬姐是我们华人音乐圈哦非常重要的这个幕后的黑手啊。哇，黑手！哇，任务成功。爱的旅程这一次的演唱会4月18号办过，我自己本人有去亲临现场，很多知名的歌手王力宏啊、哈林哥、SH 都在现场，哭得最惨的你知道是谁吗？谁？黑人，反而不是音乐人了、啊，真的、啊。哇，他唱那一段就马爷的之间的情感的一件抒发、哦、哇，黑人哭到不行啊，在心里已经放了10年了，这个歌走得又太突然，马兆骏，哇，
好希望可以让大家就是一直不停的还能够听到哥哥的写的民歌啊，哇，那不可能被磨灭的，对对对，非常黄金时期的一段，对，很多人都一直都有在传唱。既然讲到关键的两个字，就是民歌时期，就不得不说马爷在这个贡献太多经典曲目了。我直接唱好不好？我要的真的不多，无非是体贴的问候，亲切的微笑，真实的拥有，告诉我，哦，告诉我，木棉道的，我怎能忘了？这是梦里难忘的波涛。哇！谢我哥哥，他带我进入到音乐圈，你知道吗？其实那天我有唱一首歌，就是特别想要对哥哥讲的一些话。好想再回记忆里的时空，让你看看现在的我，握着手心无话不说，愿在你眼中变得更成熟。好想再回到你温怀中，让你看看现在的我，无常流泪，笑着忙着用心生活。最好的想念还是抱着走。那我觉得最后面那句歌词最好的想念就是就还是保重，对，对一个被思念的人来说，或是思念的人来说，好像找到一个方式哈，没错，表达思念，哇，好，想要收看我们网络大明星的，请记得下载我们的 Love APP， 可以收看我们网络大明星，还有非常多精彩的节目，那我们万PP网络大明星成功耶！在你的爱，你还。